制度的随即发展，确保欧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，确保欧盟能源的供应安全。目前欧盟多个国家与欧洲中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善意态度，但在关键的开放市场问题上绝对有待加大问题。韩国总统卢武铉今天提名与国会议员韩如书为新任国务总理，接替上周因高尔夫球事件。